你之前一直在美国吗？住在美国，在美国上学。去年回中国了。每个暑假，你去过美国吗？没有。你们也是在这里放飞？对，就是边上的那个奖品。你这个一停就走不了了，怎么这样呢？对，这就得靠自己的脚。你觉得单板应该加雪杖？对，我觉得双板鞋应该软。